抽风，干擦一下哎，把它干一点，鼻头上干一点哎，那么你就这样的，你就擦一下，哎，好像这个它这个翅膀上的一些哎，斑斑巴巴的一种哎，透半透明的一些哎，一只啊，出来啊，那么接下来就是画那个体的啊，它前面有四条体。我们这个颜色啊，它是青颜色的，那么我们就用花青啊，跟藤黄啊，翅膀上的基本上没有颜色，但是呢，也可以淡淡的啊，少上几笔。这样呢，也看到一种透明感啊。嘴巴有点红。好，同学们啊。